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實大家都在喝緊酒，而最後都是會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麼落肚，而喝酒是不是為了求醉這麼簡單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調酒師公會主席侯翠珊。作為一個調酒師，酒是會流動的藝術品，亦都是同人溝通的語言。而我的職責，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賞擺在他前面的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這個節目中，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不同酒類的文化、歷史和知識。大家記住收看 My Radio 逢星期四晚9:30，有我侯翠珊和台長主持的節目《今朝有酒》。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錦祥，逢星期四晚9:30。你喝醉了，我距離最重有好大段距離啊！講真。Hey, 大家好，咁新一集天元解密又同大家見面。見到我哋圍住條頸巾咧，都其實都有啲凍嘅。不過今日就即係天氣就非常之和煦，好似有陣東風咁樣啊，又有太陽咁啊。希望個時間都緩和。咁我哋有時都講啦，咁有啲學員問我：師傅會唔會好凍㗎？今日我話你唔使擔心，好凍嘅一定。講一早講咗啦，金水年啊嘛，水冷金寒啊。咁啊，星期日都可能都會去到8度啦，係嘛？咁啊，大家即係小心啲，著多件衫係嘛？尤其是咧就肺炎啊、感冒一齊嚟嘅時候咧就唔好啦。咁樣咁啊，所以疫情嚟講咧就都係持續啦。咁啊，因為下個月嚟講咧，就係跟人月咯，嗬，黃師傅啊，農曆年啊，見人嚟講農曆年啦。咁我哋自己都睇咧，就因為跟嚟講就係西方，咁啊人咧就東方咁。即係一金一木，一金一木咁啊，雙克。但係上金下木，上金下木就劈佢，係嘛咁樣。咁如果你話嗰、那個我哋兩個都係七全斬嘅，成日都講係嘛？有時就慢咗少少，咁啊同大家即係去分享一下，因為咧就主題都比較多少少講。咁啊，因為跟人咧，其實就可以咁樣去睇啦。咁啊喺正呢個新冠肺炎咧，我哋就話佢就好似旅遊咁樣啊，即係由東方出發咁，跟住西方啊咁啊兜一圈咁樣。似乎咧就行咗差唔多接近一年咧，咁佢又有機會又翻翻嚟東方喎。咁如果用月份去解釋嘅話嚟講咧，咁即係可能嚟講咧，喺東方嘅國家或者係中國都好啦，或者香港都好啦，咁都有另外一波出現喎，係嘛？咁啊一波嚟講咧，就會唔會好勁咧？咁啊係嘛？咁啊其實都係差唔多啦。咁啊其實大家咧穩守住嚟講咧，就應該就可以就控制得到嘅。咁啊，另外嚟講咧，就我哋就都話疫苗會接種嘅時間會出現啦，係嘛？咁啊，疫苗接種嘅時間咧，咁無論喺呢一個八字，或者我哋用今日就同大家講一講咧，就辛丑年嘅紫微斗數天罡嘅四化咧，有一個少少嘅總論咧，同大家講一講。咁啊，亦都係其實睇到呢個疫苗咧，其實都會係有啲問題，未達到一個好有效，甚至乎咧。有啲意外頻生都會嘅，因為跟人月咧，就亦都天同亦都係化忌，化忌為水啦，咁啊變咗咧都係講緊疫苗嘅事，咁咧就可能都會出事。咁啊，而且嚟講咧，就似乎大部分嘅市民咧都對打疫苗咧暫時都未有好充分嘅準備同埋信心咁樣，即係好似有一個電視台做咗個訪問啊嘛。咁好似都成70-80%嘅人咧，就諗住暫時唔接種，甚至抗拒添。係啦，咁啊，因為有其中有啲疫苗嚟講嗰個達到嗰個要求嗰個百分比係比較上係啱啱好嘅啫，咁樣。咁咧就但係就希望嗰、那個時間咧就可以疫苗咧完善啲。咁我哋曾經有一集都講過嘅，疫苗咧係比較上穩陣啲嚟講，係要去到咧辛丑年嘅秋冬季咁上下時間，係嘛？咁啊，所以黃師傅上個星期講咗咧個八字咧，其實都幾艱辛。咁若果我哋睇翻呢個紫微
的四化呢，其實看呢就有很多方面呢吻合一些，不過呢就有些東西比較仔細一點，譬如說哪個行業會較為好一點，哪個行業呢就會受壓，還有在經濟方面或者大家呢比較注意的股市啊、樓市方面去怎樣看。不過我們都要跟現實呢現實的狀況都有一點要看一看，先參考了那個四化，然後呢在現實的情況是怎樣，好像今天這樣這兩天的即是測這個疫尖大市呢都算相當準確的，因為收市都跌了41點，人氣我取啦，見好即收啦，真的 不作非分之想。這個卦象出現來說呢，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呢，就是說炒股就不炒市的，變成即是這一兩天。咁咧就因為點解咧？咁大家都期待住啦。咁拜登上場之後咧，就可能一個股市咧係會略為推高少少嘅。咁稍微嚟講，你都要可能咧都喺嘅美市啊，或者香港嘅股票市場方面咧，都可能會有少少升幅嘅。咁啊，呢度提一提大家咁啊，有啲股友咁啊中意嘅話，可能作出一啲準備。好啦，今日咧就再交代少少啦。交代翻公燈先，咁啊就多謝網友同埋啲道侶佢哋咧就對我哋嘅支持先，因為咧就招財燈咧就唔會再加噶啦，希望大家就見諒。咁啊另外因為中燈嚟講咧就好多舊有嘅網友同埋呢一個道侶咧，咁佢哋咧就已經回覆咗咧就會請燈嘅。咁但係因為請中燈嘅人數咧就超過咗燈數啊，依家咁咧就突咗好多，咁我哋咧就會按照15號之前咧，如果過數嘅時間同埋日子咧，就咁樣去confirm， 即係落實。咁咧就中燈就似乎就唔夠啦，咁即係話咁咧就因為大燈咧。都仲有好幾盞嘅，咁咧就如果係請中燈嘅朋友咧，咁唔介意嘅話咧，其實可以轉去請呢個大燈都得，因為大燈依家嚟講都只係剩翻粗略都係剩翻都係六七盞左右所度咁樣，咁所以嚟講咧就希望咧就大家就多多支持咁，因為中燈咧就真係唔夠啦，咁啊因為都突咗好多好多出嚟咁樣。咁睇下大家喺15號之前係咪即係先過咗數落實先？咁若果係十六號之後咧，我哋或者再個別通知大家，睇下係咪轉喺請大燈啦咁。咁我哋喺呢一度咧就再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樣。咁樣好啦，咁我哋又講翻正題咯，黃師傅好嘛？咁我哋今日咧就最主要咧就係用呢一個紫微斗數嘅四化啦，就論世界大事。咁啊，其實世界大事嚟講咧，我哋就可能會集中喺下個星期咧，就喺九宮飛星嗰度就會講多少少。咁啊，今日嚟講咧就最主要咧都係講翻喺呢一個人間世情，辛丑年紫微四化。將會發生啲乜嘢事，或者有可能會發生啲乜嘢事，咁啊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咁咧，我哋就睇翻第一張 PowerPoint 啦。咁啊，我哋睇翻呢一張 PowerPoint 先啦。咁啊，我同黃師傅啊起咗個八字出嚟都睇到啦，兩支針係嘛？係啊。個身字其實似唔似一個針筒？啊，又似一啲飛行器。當我一睇到呢個身字之嗰陣時咧，即係我開個立春八字，我就已經。即係個意象上，我就已經係諗一個思想一個思維咧，或者叫做就一諗，成支針筒喎，因為好似合而家成日強調話打疫苗啊嘛，咁我哋都講喂，咁都要睇翻個身金到底為喜為忌先啊，即係八字好講求依樣嘢噶嘛，你喜忌你分唔清，你都唔知道佢好與壞噶嘛。咁當然啦，嗱，喺紫微四化有紫微四化嘅睇法，咁但係咧當中係有啲係會吻合嘅一啲事件係衍生出嚟嘅，都係大家都預示嘅嘢係好吻合嘅，相同咯，或者叫意象同埋物象。咁啊，題目咧就可能大家咧睇到都會覺得就係世人生活在
惶恐與針孔之間之中。咁啊，因為咧疫苗嚟講出現嚟講係一大希望啦。咁啊，但係個疫苗咧就似乎就唔係話真係暫時咧就好完善，甚至乎咧就大家咧都未抱有一個好大嘅信心。咁但係我覺得嚟講咧，若果個疫苗咧係百分比比較高啲嘅，副作用比較少啲嗰啲咧，其實真係要接種咯。因為大家嚟講接種咗咧，起碼喺心理上面嚟講咧，係會安心好多嘅。即係大家，但千祈唔好接種完之後就以為喂我除口罩啊，即係唔係咁樣去睇。咁樣無獨有偶咧，就係話紫微斗數嘅四化咧，喺新年咧就叫做新嘅陽曲窗啦。咁啊，巨門嚟講，巨門嚟講木金，亦都係做於新金。咁文昌化忌亦都係新金，咁啊同八字兩個新字咧喺呢一個喺呢個年柱同埋時柱咧嚇，即係拱咗兩條柱出嚟，係一樣，係一樣喎。咁我都覺得咧就似乎係幾個巧妙啲啊呢個四化。咁好啦，咁啊新年以巨門咧就為主啦，即係化禄啦。咁當然啦，化禄嚟講咧就個個都係好啦，吉星啊、財星啊咁啊。咁啊巨門嚟講咧，其實咧最簡單就係嘴巴。以口謀財，口中獲利，以口得財咁樣。咁所以咧，某一啲行業嚟講咧，可能咧就係同飲食啊，或者司儀啊、仲介方面嚟講咧，就較為有利。不過我哋好多時睇四化咧，就唔係單一去睇一粒星嘅，就要睇巨門同太陽之間產生嘅化學作用啦。巨門同文昌同埋文曲化科化忌，咁佢哋又會出現咗啲乜嘢異象出嚟咧？咁我哋咧就首先咧，或者咧就請黃師傅睇一睇巨門噶新年四化嗰、那個。新年實先講下呢個巨門最重要嘅。咁啊，其實就新年四化個新金個新啊，就為之呢個代表嘅嘢咧，就其實就都好廣泛下嘅。咁我哋成日都講啦，一個字佢代表好多樣嘢。咁爭在就係話，喂，我哋遇到一個咩問題，咁啊由針對性嗰個問題咧，就睇嗰個字個代表性去解答。咁啊，身咧亦都係代表咗首飾嘅金啦，亦都為天，喺天嘅為月啦，喺地嘅為金啦。呢個其物象咧就為一啲叫做金，即係金銀珠寶、玉器、鑽石。經過琢磨。經過修飾的一些首飾金器，還有這個一些晶體樂器或者針，好像現在熒光幕上整支針一樣，鉸剪、筆、錢幣，跟金融也有關的，醫院或者法律，還有一些加工的物件。現在跟職業來說，就跟律師都是接近的。而金呢，在這個新金這個新字咧，就喺味嗰度咧，味覺啊，即係代表係咪係金嘅味道嚟嘅？咁啊，如果喺物著喺物咧，就話即係物成而後有味，新者新也，這個係新也，即係新舊嘅新啦。萬物肅然更改啊，壽實新成。五行屬金咧，就位於陰金，因為新金係陰金啊，珠寶啊、貴氣啊、亮麗啊、物質嘅精神啊，亦都係象徵咗咧金銀珠寶。咁處於位置咧就喺西方嘅。咁對於人體嗰方面咧，佢係同肺啦、骨絡啦、胸啦，或者亦都表示有呢個手鏈、耳環、刀具啊、金屬製品等等啊，亦都表示係辛辣咁解，即係我哋而家好多時食到一種叫辛辣面啊，都係用呢個辛嘅。冇錯，所以代表辣咯。啊，咁咧就另外亦都代表咗果敢啦、切割啦、新鮮嘅事物啦、縮殺、手扣、咁啊針、鐵釘、絲骨。啊，甚至乎係白色，代表手扣咧，可能用好多手扣啦。咁咧就數字嚟講咧，佢係為七啊。咁啊，同埋一啲各種一啲細小嘅金屬製品。咁而另外咧，佢亦都代表咗喺天文象意嗰方面咧，代表一啲紫氣、秋霜、冰雹、霧。而地理象意咧，就代表咗啲銀流啦、鎖店啦、鹽田啦、神壇啦，或者風水
油風水的一啲咩，即係我哋成日講左青龍右白虎，叫做右沙，即係或者叫白虎啦。沙都係沙嚟啫。係啦，咁啊磨方啦，或者妓院八塔半島啦呢啲啦。咁而喺人物嗰方面咧，佢個象意咧就代表咗議員、法官啊、律師、女警啊、少女、祭司、靈媒、娼妓啊、變性人啊或者丑角啊、罪犯、遊擊隊啊、外親呢啲嘅。而性情的象意就代表了很冷酷凌厲決斷或者外柔內剛溫潤而清靈秀這樣的身體的象意代表了肺臟牙齒咽喉骨骨胸腔新陳代謝的系統刀傷創痛、K 型、老化症、僵硬、這樣咁另外就物象咧，即係事物嘅象意咧，就革新啦，一身金又有改革嘅一個意象喺度嘅，開發咧，名相業啦、眾嫁業啦、女人嘅事啦，或者陰司啊、韻味、行刑、針灸啊。咁另外對植物嘅象意咧，佢就係一啲貝殼啦、天麻啦、小麥啊、杏仁啦。師傅，你記得叫人唔好食貝殼類嘢啊！係啊，啊就係呢個新字啊！係啦，芥、葱、蒜、銀杏，即係南北杏喎，銀杏嗰啲啊。咁啊，另外喺動物嘅象意咧，就代表咗鷹啦、獵犬啦、蜈蚣啦、甲拐啦、羚羊啦、犀牛、白虎、杜鵑。解殼蟲啊，蛀蟲，而喺器物嘅象意咧，就代表咗頭先都講過啊，其實都係珠寶啊，一個耳環嗰種環啊，鈴即係啷啷啊嗰啲叫鈴鐺啦，鎖匙啊，五金器皿啊咁啊，或者甚至乎象牙嘅商品啦、啊，石膏啊。皮製品咧都係代表薪金其實咧代表呢啲嘢咧，其實係好廣泛嘅。係啦，咁其實巨門法律有啲咩意義咧？咁可能以上頭先所講嘅物象、天象、意象咧，同佢哋有相關嘅。咁咧就一般嚟講咧，就係正面嘅嘢會比較多啲。但係因為文昌就化忌啦，咁所以頭先所講嘅意象啦、物象啦，同人有關嘅嘢咧。咁可能都會有啲唔好嘅事情發生，可以咁樣。咁啊，甚至乎嗱，你話讀巨門化錄咧，佢其實大致上就係以口舌身財者居多，嚇、亦都係主要勞心勞力啦，先至可以揾到錢啦，即係比較辛苦啦。同埋咧，與太陽化權咧相會咧就。主可以咧受一啲異族賞識啊，或者出外而成為成富嘅一種格局嚟嘅。但係咧就忌咩咧？與文昌化忌相沖啊，主進財之同時咧，亦都會有一個破耗或者破後嘅先至能夠進財啊。應該注意一啲人際關係啦，同埋協調啊等等呢、這個即係叫做。要多溝通啦，簡單啲講，又要有共識啊，溝通呢啲啦。巨門化禄都係和事佬嚟嘅，可以咁樣。因為始終巨門代表把口嘛。係啊，有時咧就講得好聽啲又得，講得難聽啲都得咁。但係巨門化禄嚟講咧，如果一個人坐命宮嘅時候咧，講嘢會講得好好聽嘅，滔滔不絕。但係咧，巨門亦都係格局煞，咁啊潛藏咧都有是非爭拗嘅，即係個底喺度嘅。咁就算係巨門化禄坐命宮嘅人當然好啦，開口而得財。咁就但係嚟講咧，就少不免咧，就説話真係有時多咗啲嘅。可以咁樣講。好啊。咁啊，另外就巨門不是財星啊，呢、這個搞清楚，巨門不是財星啊，主要咧就同競爭啊、因或者因動而生財，故化禄之時咧雖有進財之象啊，但財來亦難以全部積留啊。咁啊，往往財嚟財去啊，部分嚟講咧就使咗出去啦，即係所，譬如你得100萬，你想剩可能想剩80萬、70萬嘅話咧，就事與願違啦，可能得翻兩，反而掉翻轉啊，得翻兩成、兩三成俾你啊，咁啊。平常人如果得到的時候咧，就有啲食禄宴客的花費啦，亦都經營商業者加呢、這個叫做槍曲或者
多了廣告的開銷啦，啊，慎防爭執訴訟而花費巨款啦。咁亦都可以講話，如果喂你所講嘅廣告就從商就賣廣告啫，咁如果唔係從商呢個打工仔嘅，可能就因把口而出現咗一啲爭拗。咁當然咧，人多就是非多嘅，咁，但係呢個爭拗分鐘就變咗有訴訟嘅問題發生啦。辛丑年嚟講就充斥住呢個是非爭拗、爭訟、訴訟啊嘅事件又會特別多咯。咁啊，巨門咧亦都主口才啦，啊，頭先都講到啊，化綠嘅時候咧就可以因口生財啊，利於靠嘴巴謀生嘅行業啦。咁啊，適合當然係一啲做從事啊 sales 門市嘅店員啦、演說家、名嘴啦、評論家、律師、法官、民意代表、醫師、名相師、報道家、傳道士、教授、老師、眾界、業務、傳銷、唱歌、演藝、大眾傳播。啊，而另外咧，巨門亦都代表口舌啊。化綠嘅時候能言善道啊，善於言辭，説話甜美好聽啊。講起話嚟咧，就頭頭是道，即係俗語又話咧，雀仔樹上個雀仔都氹咗落嚟啊。咁啊，但係咧就具有一啲煽惑性嘅，係啦，尤其是咧。即係加鹽加醋啦，或者呼籲叫做文雅啲講，呼籲可廣結善緣而減少生怒嘅程度啦。咁啊，但係化綠嘅時候咧，就叫做時逢左右啦嚇。咁啊，呼籲咧可以咧不費吹灰之力咧，因嘴巴生財。落陷不逢嘅時左右咧，就呼籲咧就往往就需要一啲經歷而競爭，或者費盡一番唇舌咧。即係要嘥好多口水啦，先至可以進財。黃師傅咧就講緊一個人嘅命盤，如果遇到灰月，有咩情況出現？嚇，灰月就係我哋上次講嗰個新潮流年有提到嘅喎。其實灰月嚟講咧，係講機會，其實就係貴人，因為貴人俾個機會你咁大咯。即係呼籲一出現嚟講咧，就代表咗如果喺人嘅三方四正出現呼籲咧，即係一生之中咧都遇到好多機會可以發展咁解，或者人哋俾機會你亦都有嘅。咁啊，另外咧巨門化綠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化綠應該係好噶嘛，係嘛？巨門化綠好嘅正面啊嘛。化綠嗱，如果只係一個文曲化科，而唔見呢個文昌化忌咧，就主口齒伶俐善辯，進財不少，亦都可以打響知名度，即係會出名啦。出名係啦。咁啊，但係咧，若同時如果會見到呢個文昌化忌咧，則需防文書契約方面有問題而吃虧。落陷更易因作保啊，譬如簽名啦，或者一啲合約上的問題啦、債務等等啦，咁你就好多時就係話啊，會暗中損財啊，甚至乎俾人呃都唔知嘅喎啊。咁啊，另外巨門咧就喺呢個子午二宮咧，就最中意就係化綠嘅。啊！會照太陽化權及入廟天機星為石中隱玉格，主名利雙收，適合為他人服務而使他人進財，進而使自令到自己本人得財啊！咁啊，尤其是一啲新啊貴年出生嘅人，就容易白手興家。咁啊，另外巨門咧就喺丑未兩宮咧，就與同埋呢個天同咧。就同手嘅，亦都可以減少辛勞而增加財禄及權位啊！多有口福及多應酬，口福即係話有食神啦，食神好多好嘢食啊！有應酬多咗，自然食多咗啦，咁啊相對地容易肥咗啦嚇，咁要做翻多啲運動啦，所以咧佢亦都話，但係咧較晚年咧，即係辛勤勞碌咧，就屬於熱。即係遲發富啦，即係叫做行晚運啦，啊！而巨門咧喺呢個人生二宮嘅話咧，就與天與呢個太陽同宮咧，就會冇文昌或者文曲化忌，就可以遲明而後食禄，至新年出生之人為財宮格、財官格。可以從事大眾傳播，加天刑咧，亦都可以喺法律界咧馳名嘅。而巨門咧喺卯酉兩宮，就與天機同宮嘅話咧，就係白手成家，辛苦中有作為。
咁啊叫做勞碌命，但係係即係叫白手興家能夠成事喎。係啦，依家黃師傅所講緊嘅咧，就係講一個個人嘅命盤啊，即係個命盤嚟講，就係喺新年出世嘅人咧，咁個格局咧就大概係點樣嘅？係啦，咁啊先吃苦而後成功之格。咁而巨門喺呢個神戌二宮咧，就能夠表現化禄嘅功能。最能夠咧就令到落陷喺巨門有所表現而成就一番事業嘅。咁巨門喺呢個自害二宮咧就起化禄啦，咁啊會照對宮太陽化權咧，亦都可以增強佢事業運嘅表現。喺亥宮咧就比自宮咧就更佳嘅。咁啊而巨門之後咧，我哋又繼續講埋呢個太陽啦。咁太陽為官六主，太陽化權比化禄為佳，係啦。咁但係化權就有權力咯。因為太陽亦都係代表咗政府啊、衙門啊、大型企業。若果你就係話化權嘅時候，就多咗少少啦，就變咗咧有少少霸道嘅意思。霸道甚至極致嘅咯，會嚇。霸道多啲。咁啊，化禄咧可以令到一切咧順遂而表現生活奢華啦、豪華啦。而化權啊，代表有權威儀啊、主權有實權在握啦，而增加獨立性及開創能力，並可專注於本身嘅事業，令到個人社會地位又或者專業地位咧獲得成就啦。咁而太陽為官六主，化權入官六事業。功為歸正為，代表了成就輝煌及名氣加強而響亮、即是世界知名的意思，可以這樣說。同時受到別人的羨慕啦、陰陽或者叫做陰配敬仰啊咁樣啦。咁啊，如果在職業上遇到太陽化權，即是職業上的人遇到太陽化權的時候，他本人亦都想要有一番作為而展露才華，志在升遷，或者任職不久之人必想改換行業，即是想創業，其實講簡單來講，開創事業，自行創業，另謀出路，爭取一些能夠讓自己出頭上位的一些機會。而太陽化權亦都代表了雄心萬丈，利於武職或者從商的家祿全可財名兼得而名利雙收，以太陽化權而成陽亮昌六甲，最利於專利之發明，即係嗰啲叫做咩研發者咯喎，係嘛？即係佢研發咗一樣新嘅產品出嚟啊，攞到專利權咯，攞專利權去揾錢喎。咁太陽化權咧同巨門化禄咧同道，最利於從事外交工作或者從事服務於外國機構，甚至乎揚名海外嘅。而太陽化權咧坐命宮嘅人咧，往往咧就比較不堪寂寞啦，經常咧就會唔理會客觀環境咧而妄圖進取甚至乎若逢六全則比較可隨意發揮而得利。或旺地逢煞，只是呢個略有波折而增加勞碌，故應韜光養晦，不宜積極進取啊！否則只會徒增勞碌困擾，但到最後咧，亦都能夠達到目的啊！但如落陷又逢煞嘅話咧，凡事應深思熟慮，不宜妄自進行，以致蒙受損失。咁另外再嚟太陽化權，仲有咧就話，如果落陷喺遷移宮啊點咧？咁就會成日咧就會離鄉別井啦，往外地發展，即係離開出生地啦。咁若逢灰月咧，左右在遷移來回之人，咁而離開出生地，亦都係適合向外發展嘅，而且甚至乎可以咩咧？站露頭角啊，即係會有啲名氣咁解啦嚇。咁而
另外太陽化權呢亦都以金錢資助別人或以與人有金錢上的往來啦。若見槍曲化忌，則主借債不還，而有借貸契約的困擾。如果是經商的人呢就不宜作一些叫做擔保啦。而亦都適宜比較是以呢個零售啊或者收現金的行業為佳嘅。咁太陽化權如果喺廟旺坐命嘅人咧，其人長相常有令人不威而畏，不寒而栗之自然威儀。啊，即係個樣子可能比較威武惡嗰啲啊，係可以咁啊，係咪可以話咩啊？啲有剛陽之氣，甚至乎炯炯嘅眼神啊，眉粗大眼嗰啲啊，即係好似以前啲將軍啊、張飛嗰啲咁啊。咁啊，而其所言所行就較有向心力同埋凝聚力嘅號召力嘅，而亦都咧受人哋容易受人擁戴支持啦。再如果再逢一個化六或者六全天馬嚟到會照，則所謀順逐。但不見六全或者化六咧天馬嘅時候咧，就容易咧較流於剛愎自用。運限逢之母六馬應注意注重人和啊！啊，即係人和其實真係好緊要噶，人際關係為首要。若如六馬啊或者湊合喺威權顯赫咧，就會容易不可一世啊！咁啊，落陷咧則為呢個擅權謀事之人。咁啊，太陽化權咧，如果入呢個宅宮咧，亦都容易有一個高血壓嘅現象出現嘅。咁而太陽咧，在亥子兩宮的為落陷咧，就化權可陳，就會可以增加個領導能力啦，或者虛有其名，又冇實權啊，較為勞碌奔波。太陽在呢個人身二宮咧，同埋巨門同宮的時候咧，個身金同埋唔係個身根。個身同根啊，應該講打曬棘。身金同埋根金嘅年份出身咧嘅人咧，喺財格宮咧就喺同埋喺呢個人宮嘅為呢個食禄嘅持命。喺個身宮咧就較走旁門或者唔守正規啊，即係旁門左道啦，係啦，簡單啲講。咁啊，第一節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喺第二節翻嚟再同大家繼續分享。好，休息一陣。